一个让苹果用户爱不释手，让安卓用户非常吐槽的产品，这个 HomePod Mini 到底值不值得买了？这期视频告诉你。一个百元它就能入手的苹果 HomeKit 生态设备，抛开音质不谈，你可以用它作为智能家居的控制中枢，哪怕是我在公司也能够用家庭 APP 去远程访问家里的设备，像是空调没有关，我也可以远程进行关闭。如何做到呢？因为 HomePod Mini 它可以24小时不关机维护家里的 HomeKit 设备，在任何时间地点它都能够远程访问。我喜欢把 HomePod Mini 放在室内容易找得到听得到的地方，那样我就可以在室内轻松唤醒 Siri 帮我开灯开电视，甚至是叫我起床。还有个小技巧啊，当你在家里如果是找不到 iPhone 的时候，可以直接向 HomePod Mini 问 Hey Siri， 我的手机在哪？正在寻找你的 iPhone， 播放声音。但它的声音其实并没有专业 Hi-Fi 设备那么让人感动，但是当你把它组合成立体声对后，你可以获得一对无需连接线的立体声音箱。让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配合 Apple TV 这样的电视盒子后，可以通过无线网就可以组合成家庭影院的音箱，在电视盒子之间也无需连接任何的线缆，而且在实际使用中你察觉不到任何的延迟，哪怕是播放高清 DTS 的音频内容也不会出现这种音轨不匹配的情况，这一点真的对苹果生态用户太友好了。组合立体声后的声音效果虽然达不到这种杜比全景声的环绕立体声，但是苹果对 2.0 声道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在获得比较低延迟的这个输出情况下，音频定位它是非常清晰的，中高低频分频非常的明显，无论是播放这种低频要求较高的低阶舞曲，或者是高频要求很高的动漫女声，声音细节和细腻度都能让人满意。声音方面无论是这个看电影还是听歌都能够满足轻度发烧的这个需求。当然除了这些功能外，像是 iPhone 的触碰即播， Siri 的唤醒打断， HomePod 的睡眠闹钟代办事项，这些功能其实都很实用，很值得体验。如果你也是苹果生态的这个老粉，我觉得 HomePod Mini 算得上是入局智能家居最值得入手的产品之一。